嗯，我现在猜玛雅的，说不要把这个，我们先用我们的 ST105 字句去固定它，之后再用我们的 ST12 对入口，说把它送掉。我这里会有一个弹簧，跟一个垫片。如果没有，如果弄不下来，把它挖出来。这个垫片的厚度是以弹簧的软硬度去调整的。之后这个是活塞，活塞一个，活塞座，风刮座，还有两条 OK， 还是垫片。之后这个里面有个火山口，就是来做跟中压做结合的。之后我们要拆右壳部分，一样啊，用这个关手。滤芯，边角滤，这样全部都拆完了，再要组装一样装上去，先装右壳的部分。就这样转的时候，这边这根顶住，所以它就比较不会滑。那如果怕滑，就是拿这个扳手一样顶着，转角度一样，大概五分钟的角度，这很容易滑掉，所以一定要顶好。装上面活塞的部分，活塞丢进去的时候，它会稍微卡住，它会斜斜的，就斜斜放进去，就它稍微卡住，就用这个弹簧稍微顶一下，这边有 O-ring 不要割坏，它就进去，就把垫片把它装回。做拆掉了，等一下，刚刚做，还没拆到。刚刚做用我们的这个 ST102， 从它屁股下面顶进去，稍微用点力，它就下来。它装回的时候就是把它放上去，这个屁股去把它压平，这样就好了。装回这个放这边，这样对住。用手锁也可以，它工具是辅助。其实我现在是锁紧，再稍微把它固定一个紧度，一点点紧就好。所以我们这样来测试。